哦，厉害嘞，好听。慢慢转转。Oh my god！ 你已经看到字了，你看、啊。好细节哦。字字字。挂起来。这是什么衣服啊？挂起来。哎呦。哎，这是什么雨衣啊？鸭尾。看不懂，我看不懂这个包皮衣，包皮衣啊，这样不是？等一下，这是衣服。哎，这个猫女宝宝穿的吧？好像刚刚说的那个特务的特务包皮衣，好像动感超人。这里面应该要穿什么丝袜之类的啦？对，以前好像有那种什么那种穿着方法，兔女郎、渔网之类的，玩袜，都有点时尚，就玩袜我可以接受。丝袜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很想撕开。不自然，多此一举的。但是修饰那个服色啊什么的，对，不会去练，这什么戏啊？充电啊！好，来，这个厉害。请问，这有三件衣服，是你们认为他的主人是谁？这还要猜吗？哎，第一件，他三个都黑的啊，这还是很明显呢。他就喜欢这种，那个布料太多了，不是我的。布料太多，这都看起来布料，这布料很少，这布料多。我们直接进行到他的。我是很好奇这件穿起来会怎么样。对，这件很好奇。不是，有些衣服很可怕，就是女生衣服挂起来看，还好，我穿出来吓死人。对，就是这个，不要穿的变这样，衣服要穿的。那这件我们就不考虑，这件不用猜了，这个应该是。是道具房的吧？对啊，就 cosplay 用的。cosplay 对，我觉得这件很重，对，这件，文青是假，只有文青的脑子他会穿成这样。可是这个都很不文青哎，是谁的？可是这个是那个人没有穿过，比较少穿，所以要往反方向猜，说不定是。而且我们还要想说，他为什么会买这个衣服？可能厂商送的。等一下，我们看，真的。哇，是这样，这个很酷哎，这个只有，这是只有遮一边哦，一边，对，而且这个不太可能是小只，我知道这是露腰的，对，要露挖腰的，等于胸下这边的腰要露出来，不差，这不是说这个应该身高可能要稍微，这身高高哦，所以凯莉跟依依应该不可能，对啊，这是因为这个会在这里，对，它露出来是眼睛这样，太夸张了，确实就是这样，好，你看，我可以穿高跟鞋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一定很高的啦，还不一定。还有一个线索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怎么样？他们经常踩到前面，你看。哇，真的夸张！那就是矮子啦。这边还有血迹吗？踩的。哦，到底是谁的啦？到底是谁的？来来来，举手，一二三。我的。那你不是文青？对，但是因为我是文青之外，我还是跳舞的，就是我是跳街舞的。我以为说我还是个特务。对不起，哪一个是跳街舞的？什么舞？这个很适合表演的时候穿。什么舞？就有时候跳那种比较性感的舞啊。K， 你装跳性感舞。性感，对，性感。他这样就可以开腿。哇，对，对，他有那件衣服就变很多哎，我觉得他这种文青训练比较变态，好有趣哦，真的，这个就是那种，哎，他外面压抑很久，压抑人都是压抑，很有礼貌，然后很正当，然后到晚上就辣电啦、鞭子啦，我刚不是讲要戴眼镜吗？武大就是那种文青的压力都很大，人格分裂，看看没有人弄，一直挑的，还有。晚上就会变身，穿这个去夜店啊，哎，然后再戴一个那个，而且他头发都不是走街舞的发型，你看他都完全是文青的画面，但他却有另外一种粗野的那种。注意他的耳环，对，是什么？就是他的黑历史。觉得这是什么风格？那这个场合这是什么风格？是他去森林里面玩，从这个树要飞到那个黑鼠，黑鼠装，不是，这一件很好看啊，他就是。它其实这个是很流行的，这种手可以从这边透出来的，很像披肩的感觉，西装的感觉，飘的，对对对，很像西装披肩感觉。然后这就可以参加一些，你走路会不会这样把自己这样架起来？然后就飞起来，然后最后有风吹，脸不忘，然后有风吹还可以有一点这样，还可以穿这些衣服的时候要把握机会赶快穿哦，对，不然以后可能变老奶奶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穿了。
哦，老奶奶，老奶奶，哦，老了就会变老奶奶。你以为你在讲身材的问题？其实靠运动是可以补救的，对，可以补救，还是会变年轻奶奶。对，所以我就买了，但是真的在家里试穿的时候就不敢穿。那我们今天就要三件选一件，对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们选我们就恶劣。对，我们，哎，跳鬼。我觉得应该是有给制作单位钱来上这个节目啊，我要是他们家长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多爱来我们这边秀一下，每次一出片，你们要上什么？国王，我们真的是这样跟老板讲的，来，你们发调性是符合，你们希望他看到什么？我是想要客户那一套，客户哦，对，但是不过感觉最左边这一套会是差异最大的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对，跟他最不一样的就是真正把他的黑历史给挖出来。哎，你是不是只想要知道说那套到底要怎么穿？也其实会啊，会好奇。没有，其实立胜做那种剪裁，立胜只是因为第一套我去过某些店，似曾相识。你不要讲太多，就店店老就是喜欢去礼服店的意思。这个可以直讲嘛？没有，现在要叫你选一件，就左边这个，好，左边这个，左边这个，左边这个吗？哎，好。那就请凯莉去换啦，是你。哎，哇，你长大了，好看呢。主要前面穿的不一样。哇，厉害嘞，好听。转身转转。哇，你真的太硬了啦，太硬太硬。好看，太硬。我觉得我老婆会怀疑我来上这个节目的动机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见见康哥，见见朋友们。没有，地面是他自己打电话提供的。我有给他五集选，他选这一集。我好想看兄弟。真对了，你是想看胸部？可是说真的，好看呢，真的，哎，对，真的好看，因为比例又很好。可是会突然觉得很不自在。不会，可是他性感，可是你不会觉得讨厌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你嗯，很漂亮。因为这个身材姣好的人，他穿出来就是有那个味道。而且你本来就是在那个刚刚那个文静，感觉是小女生，对，这个就是变大女生。而且你都没有踩到裙子，哎，好厉害哦！特地选高一点的鞋子，我没有踩到。其实他这样穿，其实我感觉气质不错。对啊，你这个这时候你知道，你只差一件东西，什么的链？对对，我也想到，跟戒指，饰品，对，钻戒、链子，漂亮的，对就可以。但是他的字很好看，这边的，你已经看到字了，你看好细节哦，字是字，对啊，我这边看不到，对不对？那你这套你认真，应该真正厉害就是这一块挖坑。他这好像是刚刚说这边就是哦，原来刚才旁边挖坑是这边，原来哦挖坑是这个。然后他这个我也不，其实买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穿，他这边好像露一条。立冬，你的耳朵红起来了耶。对啊对啊，我摆着都。他很老实的，他很老实，他一旦兴奋害羞，然后做错事，耳朵都红。老实人，那跟我另外一半这样可以吗？晚宴，对，一定是 OK 过来。这样看电影应该就扁了吧？买菜，到了真的是，其实我讲老实话，就像我们过年期间正好也在加拿大参加一个晚宴，其实晚宴的里面的人大概很多都穿比较性感，甚至一个主办单位，她是一个大概50多岁的妈妈，她穿的是这样子，一直到肚脐，可是如果大家在同样的一个场合里面都这样，嗯，就不怪，就不会怪，因为如果那个档次是够高级的啊，那就不会怪。那如果在这里就会怪了，在就是说，如果他没有带小孩，就是我跟他。等一下，第四个更恐怖，不要忘记。那这个如果说那一天晚上你看他穿这样，对对，去参加那晚宴，你觉得 OK？ 我觉得还 OK 了，对不对？只要配件稍微讲究一下，配件，因为这个气质至少还是有的。那你们三个觉得可以上的感觉 ？SI 哦 ，SI， 水哦，水。你们，但我不要呆掉好不好？水，讲点话嘛。你们两个三个字九官鸟，对不对？水，水哦，刮目相看，真的有，我觉得。哎，而且你们这样，对。
怎么样？你要跟他随户，睡蒙是猫叉。那种纪念日一起去约会，晚上去约会。约什么会？你去把车开过来。司机，我没有驾照。我不是这样穿，真的蛮有气质，又有性感，有好看。对，就是刚刚看在衣服挂那边，跟你穿起来是两件事，真的是两件事，好看。耶、yeah. ！大成功，大成功，厉害！哇，喜欢，来请坐。